带给你七月份的票，你还要去想一想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真正可以让他们释放他们的那种能量，包括你要给他一种希望，这一路就是一个老师在指导，在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让他们找到一种很好的一个环境。你就只是一直待在那里，什么新的工作，我还在演。